南门联赛采购约，集结响宴庆团圆，请加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大力敲响铜锣，为2017南门市场联赛预购活动正式揭开序幕。台北市南门市场每年推出的年菜料理，因为色香味俱全，让参与预购启动仪式的市长柯文哲忍不住坐下来好好品尝一番，用实际行动宣传年菜料理的好滋味。1907年就开始了，到现在超过100年了。还有哈、我们最近在办这个市场的比赛，你知道哈？这南门市场什么比赛都会前几名啊，不是？所以这个本来哦，甚至我说，这老是得奖，要不要给其他人机会？没办法，他就变得奖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台北市啊，不管在清洁卫生啊，甚至这个人气，你看哈，人气都是对我们台北市算是最一级棒的市场。港式辣味三拼牛排饭，哇，令人非常的馋。还有我们的枸杞留香乌鱼子。南门市长为了服务广大民众，年菜采买与预购都提供多样化的服务。来到市场采买，每样食材都能放置在移动式冰箱内，购物时不用双手大包小包，就算不方便出门，也能线上下单，直接宅配到府，轻松围炉好过年。台播大台北数位新闻郭子铭采访。